谢谢大家来到三微频道。母亲节和双亲节也是我们身为儿女们的感恩节日，通常你是如何庆祝双亲节来表达养育之恩呢？除了送蛋糕或者吃一顿饭，我们养父母的身更重要的还是养父母的心，你说对吗？父母的生活过得安静愉快才会安心长寿。我们太有缘分了，你既然来到三瑞太阳频道，今天公司特别为你设计一套供父母双亲节的礼物，我保证这套特别的礼物父母会特别的喜悦。礼物配套涵盖花肥、果肥和益生菌，天然益生菌可以洗手、洗蔬菜、洗碗碟、洗水果，达到杀菌消毒的作用，及精美限量版的杯子，让父母居家种植一些花草盆栽，达到养生养心的退休生活，不是更好是吗？有意订购或想了解的更多，欢迎联络。我是 Steven N， 马来西亚。